上集回顾，我们突然决定要到玻璃从零开始的生活，遂到了玻璃各自创的角色。诸位选择了他熟悉的斩首，我选择了一路可以吸他长大的大主教。我们简单的解过新手任务，而且我抓到了一只疯兔，希望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就终于成功的一转啦！噔噔噔噔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完成了一转。接下来要去哪呢？我们先去看有没有赚钱的地方咯，先去伊甸园晃晃，先去注册一下伊甸园。对啊，顺便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卖。我好想要用后退回避，我好想要加速速、欸、好多东西哦，这里是老茶的三倍了吧。我们先去左边，左边左上角有那个，先换装备，先换装最下面那个选项、欸、那我们是要换传送呢？可是传送券要传送啊，传点免费，等一下才可以去那个、啊。可是四比一，好，可以可以，那就传送吧。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东西比较好赚。我身上有三叶幸运草，然后其余就没用了。哎、欸，羽毛一千 Z， 羽毛一千 Z， 鼠尾一千五。门、欸、我看到了，门口羽毛一千啊，打那个小鸡，小鸡梦罗克外面你可以偷窃。我看一下鼠尾几等，不是鼠尾，白鼠几等？白鼠在。废矿洞穴一楼，22等。哎、欸，那白鼠你可以马上去打了、欸。我们要先去打白鼠、啊。等下你二道连击出来哈。好啊，来柜台报道。保密店员名字就打个123、456、789，就成功了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讲有个地方可以免费加加吗？是在哪里？来，旁边有个卡普拉传送，在哪里？右边，右边，往右走，不是，那是往上下来。卡普拉，左边。哦，在这里，猫咪吗？对，然后传到彭德拉西、哦、西边原野。好，西边原野。瓜牛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西门外。怎么可能是西门外？西边呢、啊？瓜牛呢？我们。你是到瓜牛区吗？不是，我点到西门外。不是西门外啦，在西门外左边那一块地图。是哦，嗯，那我要过去找你。我打个封兵好了。啊，靠药，靠药，不行，打不赢他，回避很高，他回避很高。我没有装武器，飞飞飞，撑一翅膀，不行，赢了赢了赢了，打赢了打赢了。左边有个无聊的祭司。好，左边这个无聊的祭司是吧？嗯、你点那个好辛苦。好辛苦，哎、欸，去加加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哦，你怎么，哎、你攻击怎么那么高？靠！我被吸啊，我被吸啊！我救你，我看不到你在哪。然后没有血，你可以点那个好累，他就给你补血。好累啊！你点那个想回家，你就可以直接回去了。那我好辛苦，好辛苦。那我们干脆先去解封兵任务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到了，集结，集结，没有了。集结，他要杀封兵吧？封兵承接10个，这里，哦，我以为芙蓉在那里，吓死我！他跟芙蓉好像哦，他好像芙蓉哦。这边西门外原来这边不是一个据点，对、啊，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在这里当据点？可以。分敌，哎、欸，我可以点什么？加速速好了。你不是可以有转身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古城了吗？哎、欸，二转的物件，你咧？治愈术，我们去爆肥洞。我 SP 才88，你要爆什么鬼？爆虫。何地啊？一起打，一起打，一二三。生我吸啊！你怎么那么弱啊？啊，掉了一个强化金属。哎、欸，我治愈术了。还好了，用不完的水钱。我们好像走错边，我们是要不要走到中间那里？降级的爱情，走了，回去。你怎么停住了？你需要寻力灵吗？你怎么停住了？我在点技能。你怎么没感觉？这边，哎、欸，马上升级耶。再来是摇滚蝗虫。摇滚蝗虫 ，Go！ 哎、欸，肥的，肥的。啊，哪里？来了，来了。你坦，你坦。
你坦弹得住吗？你坦可以可以，他跟小只的一样，好强，他好强。他哪里强？你没有捡血，你他哪里强？这边是不是有很厉害的黄铜？嗯，咱们来别想推 boss 了。升级了，我点一下加速速好了，我觉得加速速比较重要，先点满。真的，我们蝗虫解完了吗？好了、欸，那我们回去吧。然后用刚刚的卡普拉，转去西门外。他们二楼好像蛮多东西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女性服饰九九免运。我有那个东西，快点快点拍下来给芙蓉给芙蓉。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可以在里面打广告了，公然打广告就是了。快点快点。给那个阿雪啊、芙蓉还有粉粉之类的，我们来寻找哪一家的蝗虫后腿收最多。好像都差不多哎、欸，不会只有500吧？那就卖它吧，才七根而已。怎么很多呢？就先被剥削一下，等我们长大再来剥削我。我们是要到西门外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西门原野。好，回任务。我有5000多块，我6200。我买个新手苍蝇翅膀100个好了。哇，这个要10块耶！哎、欸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干怕！我死！笨拙，没有，没掉。我们要弄出一把笨拙再走。他第三个任务应该就是打瓜牛了。任务是瓜牛。好，我们就打瓜牛吧。跪球了，啊！跪球，跪球，跪球！老的跪球，哎，记得我。快讲哦，跪球要讲。注意啊，接下来叫接下来。哎、欸，蜂蜜，蜂蜜2100，注意啦！我要点偷切了，我的本领来了，偷起来，偷起来。瓜牛壳就可以开始偷了。偷窃神技，盗贼。赚钱的时候来了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成为斩首的原因。像我是不是应该练魅影？练错先来个加加好了。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累，我也觉得好辛苦。我先偷一个，你这个不用偷，它是垃圾。我再偷一个，哦，瓜牛壳，哦，800，800，哎、啊，靠药嘞，他刚刚那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水柱型攻击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偷到了，那血蛮多的，你捡，你捡。800，800的收入啊，没了，没魔了，靠腰，我死啊，我死！收，我们只要在这里打100个就有8万。啊，升级！我们解完任务，我带你去一个宝物自动掉身上的地方。好啊，我就不用偷窃，因为我偷不到他。啊，你被戏！哎呦！哎、欸，这个通缉等级要高一点才好偷啦，我现在哎呦，我敢不敢？我用黄铜挖矿，给造！这个打不赢是不是？这个打不赢是不是？绕过去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打不赢吗？这打不赢吗？打不赢！走，赶快离开好了。我们没有火枪。他的血量多少啊？他的血量？这不是他血量问题，你全部打你一下你就死了。他血量2000-3000吧。哦，我们可以用战术啊，先把小只的打死。我们没有远攻，你要怎么打小只？我看到 MVP 就会兴奋啊，我受不了啊，我把它当作我的宿敌了。你等下二转再回来挑战它。哎、欸，先打小只、欸，先打小只，小只，来喽，来，狡猾瓜牛。其实肥的它不会放技能。所以我肥的都比较好。对，哇，升级！哎、欸，这个绿草，哎、欸，偷窃，偷窃！这什么毒香草？抱歉啊，全部都被我捡走。等下录影关了还是要还我了？毒香草有办法卖钱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没有人要啊，因为那个 NPC 买得到。哦，那就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捡东西的速度很快。我好像有这部分的天分。好了，飞回去吧。噔噔，升级。
升级，所以这边就没有任务了。19，这个任务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去斐阳好了。斐阳打那个宝物会掉身上的。走。接任务两个，这两个，对。所以他要去打什么？哦，森林，森林，对。然后上面这个是蘑菇。这个只有在你第一次接任务的时候，它宝物才会掉身上。是哦，你第二次接就不会。我们就要有贝塔，我们就专打森林。欸、你会进？我就哎，靠摇铃，我走进。他在拱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打鳞片梗，打几个？打个200好了。200，反正它会掉身上嘛。往下走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打吗？还是要分开的？画面内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按那个仔仔喽。好，仔仔，出来吧！重生马前鬼，我还你原形。给我力量！你渴望力量吗？哎、欸，他直接掉身上哎、欸。对，他直接掉身上。所以我们两个人打，就两个人都掉身上哎、欸。对。天哪、啊，50%啦！那如果？我开12只，一次打12个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作弊了吧？金字塔还有一个东西也会升级了，多个蘑菇，保养，牙包，保养，我以为是那个保养，美妆保养。听说进去会想要，真的假的？下午去测一下。可是鳞片梗不是可以拿来做什么材料吗？它以前是弓箭手的制作箭解任务的材料，你现在只要在村庄转职，它就会直接给你。哎、欸，肥的肥的，在哪里？下面、哦、蓝蓝的，蓝蓝的，我把它引出来。好，对对对，尖尖，好细，看你多强，夸你我个，夸你我个，夸你，夸你。注意，红姑姑，这可以偷吗？我是觉得不要偷啦。这可以拿到什么？火灵矿石、毒蘑菇芽包，就毒蘑菇芽包跟火灵矿石而已，不错啦。我94啦，96啦，这么多，所以只要不回任务，我就可以一直打这个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高等有高等的别的做法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回任务吧。好，哦，肥的肥的，走，杀过去，从新天空杀到外太空，攻击，呼吸，我带你掉一个，没有，100了，好，蝴蝶翅膀，蝴蝶翅膀，哎，他怎么不能回动？可以的，哦。不错耶，25等。哎呦，草莓5个、欸。草莓可以卖给别人吧？